7月5日晚上，李亚鹏带爱女李嫣一同亮相巴黎高定时装周，李嫣更是巨星范十足的登上 T 台走秀，气场像足天后老妈王菲。身穿浅色连衣裙的李嫣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童话小公主，乌黑秀发披肩更显清纯，表情却高冷的如同国际名模，这大长腿实在是吸睛哦。李嫣穿紫色连衣裙，头戴花环，脸上带着恬静温婉的笑容，似在和台下观众交流互动。哎呦，屋里李老师厉害了哟。早前李嫣跟老妈王菲和老爸李亚鹏参加过这么多大场面，像这样的场合也是小 case， 应该很淡定吧。不过上台前的李嫣表情似乎有点紧张，还不停地摇手，真是可爱极了。相信李亚鹏看到这样的女儿也是满满的欣慰吧。不久之前有人曝光了李亚鹏教李嫣做饭的照片，从照片中可以看出李亚鹏真的是一个慈祥的父亲，连做饭炒菜这种事情都会亲自教李嫣。或许李亚鹏除了给予李嫣陪伴之外，更多的还是教会李嫣怎么做事情吧。